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4面啊，604面倒数第二行啊，倒数第二行。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啊，从这个地方啊看起啊。念老的注解，上句觉他，下句自觉。净隐疏月。专要求法，心无厌阻，自利方便。这是晋朝小慧远法师在《无量寿经》译疏里面解释的啊，解释这两句，专要求法啊，这是求法不倦啊，心无厌阻，自利方便。这一句也是告诉我们，怎样啊去求法。怎样去修学啊？专字非常重要，要是爱好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发喜。学一样东西，如果不能够生欢喜心，那就很难成就。啊，如果充满了欢喜心啊，你肯定会成就。啊，那为什么学东西得不到欢喜心呢？这个我们要深深的去反省，要去观察。啊，凡是得不到法喜，就是没有尝到法味。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说，世味哪有法味浓，是世间包括天上啊，人间天上这个滋味趣味比不上法味，是真的吗？我们几个人修法能尝到法味呢？为什么古人那么容易？啊，我们看看过去这些祖师大德们，真的是法喜充满了。看看诸佛菩萨啊，细心去体会就明白了。我们为什么得不到？这一定有问题。绝对不是说我们的智慧不如古人啊，福德因缘不如古人，这个讲不通。这个三方面实际上是我们都超过古人，但是我们的学习不及古人，一定还有重要的因素。这个因素就是沉浸啊，印光大师常常告诉我们，
一分沉静，你得一分利益。这个利益肯定嘛，就是法位嘛。你有十分沉静，你就得十分利益。那我们回过头来反省反省，我们有没有沉静？在现前这个社会里头，沉静两个字普遍地失掉了，不知道什么叫沉，也不知道什么叫静。啊，这一桩事情不能怪我们，为什么呢？从小没人教嘛。那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啊，这两个字是世间法里面，成圣成贤；出世间法里头，成佛成菩萨，第一个因素。那我们要是没有，怎样努力的学？都学不像啊，乏味尝不到，因为尝不到乏味，对佛法的信心呢就不能建立啊。说信佛，实在讲是很勉强的，不是真心的啊。我愿意求往生，这个话也不是真话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一切情执放不下所以学佛难就难在这里。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？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。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关键就在沉静。那什么是沉呢？沉跟真是一个意思。啊，真诚要用真心呢，不能用妄心。用真心的人跟信德就相应，用妄心的人不相应了。妄心是什么？分别执着起心动念。想想看，谁不用这个心？六道里面的有情众生全都是用的这个心啊。所以经上的比喻说得好啊，修道的人像鱼子一样，成道的人凤毛麟角。啊，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把我们的毛病修正过来，我们这才有希望啊！啊，妄心、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轮回心。这种心，用事，啊，生活。工作待人接物，决定出不了轮回，念佛也出不了轮回啊。只可以说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结了一个善缘，这是真的
啊，在阿赖耶里面种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种子。啊，这个种子古德有说，比喻为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。这一生不能往生，来生后世遇到缘了，什么缘？真诚，还是这个？什么时候遇到真诚，这个缘就成熟了，啊，往生就有份了。啊，我们研究经教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啊，84000法门，哪一个宗派，都有得三昧、开悟、明心见性之分呐、啊，都有啊。如果没有真诚心啊，那就再等啊。所以，为什么说？凡夫修行成佛，要经历无量劫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中国古时候教育好啊，从小就教啊，人人都懂得。啊，所以成就非常可观。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，这2000年当中，没有人统计。啊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念佛往生成佛，我想不会在10万人之下。这一个法门，但是其他法门呢？其他法门很难修，为什么？他要断惑才能真正啊，他不能得业往生，但是成就啊也非常可观啊。真的成就是明心见性，禅宗明心见性，教下大开圆解啊，宗门教下合起来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，这个成就成绩非常可观了 啊，这3000人是什么人？这3000人成佛了，记住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不是普通人了。啊，教下大开圆解，跟宗门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。啊，净宗特别。啊，净宗往生，离业心不乱，跟宗门教下的成就相同。啊，禅宗教明心见性，啊，大彻大悟。我们净土宗教离业心不乱，啊，就是明心见性。事业心不乱，相当于阿罗汉，没有出十法界，啊，但是他出离六道了。啊，没出十法界啊，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那像我们这些凡夫，一品烦恼都没断，这个是待业往生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
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断恶修善。啊，这是我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条件。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人天两道。啊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我们做人的这个条件要具足啊。啊，人的条件是什么？中贫十善。啊，天道是上贫十善。啊，那么下贫十善能不能往生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下贫十善呢？它所感应的是阿修罗、罗刹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阿修罗，也没有罗刹，只有人天。啊，那么它的标准你就晓得，最低限度的标准，中贫十善。啊，这样的人呢，太多太多了。中贫十善要修些什么？我们今天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就是中平十善。啊，我们能够将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《感应篇》落实了，《十善业》落实了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也有三倍九品。啊，我们要力争上游啊！啊，去不了同居土，那就是因为祸断不了，断了就到同居土了。啊，同居土最下的，同居土的下下品是谁呢？是须陀洹。那就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须陀洹。三界九地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这才能生方便有余土最起码的条件。啊，他们有见性，他得定了。啊，佛陀教学，把八十八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。这我们常说，同学们都要知道。第一个是身见破了，第二个是边界，第三个见取见，第四个戒取见，第五个邪见。啊，这些东西真断了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，我们去的下下品往生。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太殊胜了，真了不起啊！啊，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人呢？是明心见性的人，是见性成佛的人，
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凡夫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享受的是什么待遇呢？是化身菩萨的待遇，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就是明心见性那些人的待遇。这是享福啊，那么大的福报啊，这福报是谁给你的？要知道，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报。啊，这个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。啊，你查遍大藏经没有这个想法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啊，欧耶大师说得好啊，那不是个凡人呐。老法师当年在世，他是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的人。啊，出生在明朝，原籍在清朝。啊，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，说你要往生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。他不是谦虚，他是讲真话。他说：“我如果能够有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我就满足了。”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凡是生到里面的人，待遇一律平等。啊，待遇最高的化身菩萨，最低的呢也向化身菩萨看齐，通通是化身菩萨待遇。这个太难得了，所以为什么菩萨都羡慕净土？道理在此地。华藏世界没这个待遇啊，极乐世界有啊。啊，声闻缘觉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都没有办法其如十宝图。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图啊，十法界里面这个四圣法界进不去啊。啊，这四圣法界里面的人往生极乐世界，全是方便有余土。那我们就晓得，十法界里面的佛念佛往生净土，他是方便有余土上品上生。那菩萨却往生上品众生，啊，上品下生大概是菩萨，啊，古人有这个说法。啊，那么声闻缘觉呢？一定是中下两品，缘觉是中品呢，阿罗汉则是下品，啊，下三品。啊，阿罗汉有四果，到极乐世界品位当然不一样啊。啊，那凡圣同居土是我们去的，这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到凡圣同居土，决定有份。
啊，所以藕益大师他在人间实现，劝勉我们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，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物质上的待遇，我们今天讲你的生活待遇是跟法身菩萨平等，啊，不但跟菩萨平等，跟阿弥陀佛平等，啊，连我们的身相，啊，身的相好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这叫真平等呐。如果阿弥陀佛长得比我好一点，我比他差一点，那就不平等了。啊，皆是自摸真金色身呐、啊。四十八愿里面讲的，那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是方便说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，跟大家就我们人间最好的相来做比喻。啊，那极乐世界最好的相呢？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讲得清楚。啊，他专讲这些事情。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。夜夜相有八万四千好，这不是假话啊！祖师大德常常在论述里面告诉我们，佛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跟世尊在观经上讲的相应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，我们决定要去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要把这一桩事情作为我们第一桩大事。你想，你还有比这个事情大吗？啊，我们的信心、沉静心起不来，怎么办？研究这一本经教。你要是真的把极乐世界认识了、搞清楚了，认识阿弥陀佛，认识极乐世界，那你就非去不可，你的沉静心就生出来。啊，我们的沉浸心没有生出来，对极乐世界模糊啊！啊，听说有这么桩事，到底是真是假？啊，所以心里面呢总是忧郁不决。啊，大乘经教很多，还想学这个学那个，多了。啊，所以信心不一。啊，往生这个愿不肯切。啊，这都是我们修学的障碍。啊，那些真正念佛往生的人，没有别的什么功夫啊，他就是真心。真的相信我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真正想生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相应。啊，佛不但是临终来接引他，现前就得佛力加持。啊。佛力一加持，你功夫得力了。
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常常把阿弥陀佛忘掉了。这个忘掉，在佛家里面术语叫失念。啊，失掉了，念失掉了。常常失念呐，所以这个净念相继，它没有办法。净念是断断续续，它不能相继。相继是一个一个接触，都是净念，都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我们常常忘掉。啊，这个呢，都是证明。我们的心不真，愿不切，啊，我们没有沉浸心。啊，经教，特别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出最好的一个汇集本。啊，他的学生下莲居老居士奉老师之命为这部经做注解，啊，他不辜负老师，完成这个任务。他这个注解怎么注的呢？集经论，历代中外祖师大德对于《无量寿经》解释的集大成，他也是汇集本，太难得了。我们在古大的所有注解里头还没有这种注法。集大成的诸法啊，这里面总共用了193种经论注解，所以它内容太丰富了啊！我们读这部注解，就把世尊49年。在经教里面所讲到极乐世界的，他都引用了，你看到了。啊，中国古来大德、日本的大德、韩国的大德，啊，对于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他也都选择了，都引用到了。那么学这部注解，你就学了193种经论古德的著述，细我真难得了啊！末法社会动乱，世界灾难频繁。这部书确确实实能自读，能读它。啊，读它一定要先自读。这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，也讲了很多次。自己未读，而能度人，无有是处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一定是自己先得度，你才有能力去度别人。啊，那我们依这部书就能够自度。啊，你自己在这部经里头，第一个要熟，熟透了。三昧现前啊，就念佛三昧现前了。
三昧现前之后，你不能懈怠，不能停下来，继续勇猛精进，你会开悟。纵然不能大彻大悟，一般讲的大悟肯定会有。大悟之后，你没有学过的经教，自然能通达。啊，你会证明古人所说“一经通，一切尽通”。不但佛说的一切经你通达了，其他宗教经典，你一接触也通达，妙不可言了。啊，事出世间法都没有障碍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呢？一切法都是心心识变。你把心识那个根源找到了，所以心心识变的，你通通都明白。啊，我们想广学多闻，佛不反对，佛也希望你广学多闻。广学多闻有秘诀、诀窍啊！你不懂这个诀窍，你学不到啊！啊，今天广学多闻，哪里是浪费时间？啊，你不懂方法，你学多了，学杂了。学乱了，哎，一样都没有学通。啊，佛教给我一部经学通了，然后广学多闻，不费力气，一接触就明了。你们看《六祖坛经》啊，慧能大师。为我们实现的这个例子不是假的 啊能大师没有学过经教，啊，五祖忍和尚是他的老师，只是半夜三更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大概讲将近三分之一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豁然大悟。为什么？他得定。善根成熟了，老师一点他就通了，这一通之后一切都通了。啊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半夜叫他赶快走，啊，免得些嫉妒障碍。啊，他问五祖：“我到哪里去？”五祖说：“你是从南方来的，你还回到南方去？”路途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在曹侯村，那时候他24岁。无尽藏比丘尼受持《大涅槃经》，这他不知道啊！啊，比丘尼每天诵经，《涅槃经》很长，啊，
在中国有两个译本，一个译本是40卷，另外一个译本是34、36卷，都是大部头的。无尽藏必须你天天读，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一天念不完的。至少要1个星期到10天，这一部经才念一遍。慧能大师在旁边听啊，等他念完之后，他就把听的那个意思讲给他听。这个经典非常惊讶，讲得这么好，捧着经书向他请教。他告诉比丘尼，我不认识字。他就非常惊讶，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？他说，这个与认不认识字没关系。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访他，法达一生受持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先分量不多，一天可以念一部。他念了10年了，这种毅力、精神，值得人尊敬啊！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但是没开悟。到曹溪去参访六祖，礼拜的时候，头没有着地。见到老师拜三拜，头没着地。起来的时候，六祖就问他，他说，我刚才看到你，你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你用现在的话说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？绕慢吗？他也很老实，诵《法华经》3000遍。《法华经》一天可以读一部，3000遍，10年了。六祖就问他，《法华经》是讲些什么？他不知道，说不出来。法达禅师反过来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，这个经我没听过。你念给我听，你已经念了3000遍，那背得滚瓜烂熟了，你从头念给我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念到第2品，六祖说，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明白了，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他为什么开悟？3000部定了，心定了。心里头只有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一点就开悟了。开悟之后再拜离线，老师头着地了。这个都是记载在《坛经》里头的。说明一个事实：真见性全通了，不见性就通不了。有定，没有慧的通不了。那么六祖能大师由此可知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心是定的。没学佛，他心里只有一桩事情：定于一，定于说他的老母亲，孝子。
啊，每一天上山开个这个砍柴，到城里去卖柴，啊，得到一点钱买米买菜，回家去孝顺父母亲，孝子。心最贵的就是定于一，他只有一桩事，除一桩事情，他没有事情。对，他清净心。啊，只要定于一，都叫定，都叫禅定。你不能搞太多，不能搞太杂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没人教他，家庭贫穷啊，念书找老师和送点老师礼物，他家里没有啊，他砍柴的。所以我们晓得他定在什么呢？他定在他母亲。啊，念念不忘老母亲。啊，所以，在黄梅八个月，只有他保持了清净心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他用清净平等心对待，啊，用谦卑赞叹别人、礼敬别人。啊，人人称赞他是个老实人，他是个好人，没有坏心眼。啊，最后他在五祖麾下大彻大悟。啊，五祖一生学生当中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他一个。神秀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！神秀是解悟，能大师是正悟啊。那么这些人给我们做的榜样，不但是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啊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种方法啊，我们有了信心，还勉励我们去真干呢。啊，我们会得到像他一样的效果，像他一样的成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专求、专要求法也门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心无厌足，不疲不厌，啊，自利方便，啊，真能够守住，这就是持戒。啊，守住这个规矩，一门深入。啊，其他的放在一边，开悟的时候再看。你全都懂了，没有开悟的时候浪费时间，而且你学习的心乱了。啊，结果到最后学成什么呢？全是知识，没有智慧。啊，那就完全错了，那不是学佛了。二是把佛法经典当作世间学术去研究了，这样的人很多很多，不止现在，古时候有啊。
啊，如果懂得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成就的人会很多。啊，那么现在佛法里头没有大善知识出现，无论在家出家都没有。原因是什么？不懂得方法。啊，祖师大德这些示现，我们忽略了。啊，受到现前教育思维的影响，都是想广学多闻。啊，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广学多闻。啊，父母认为是正确的，要叫小朋友学很多东西，什么唱歌啊、跳舞啊，什么什么玩意都学。啊，把小孩累坏了。啊，功课太多了，太杂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小朋友没有古人那么幸福。古时候小朋友只学一样东西，绝不可以同时学两样。啊，只可以说一样学会了再学一样。啊，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。为什么呢？要专。古人遵守。老祖宗教学的原则，教之道贵以专。啊，那么现在是贵以杂，它不是贵以专。啊，现在人都想读杂，要读。啊，结果学到之后筋疲力竭，没有一样学通。这一个指导的理念错误，害了多少人呢？多少英才，因为这种教学的理念埋没掉了。啊，中国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啊，为什么现在没有？现在人头脑绝不输给古人啊，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全是方法上的问题啊，方法错了啊。我这一生就沾了一点边缘啊，有那么一点沉浸心，知道尊师重道。知道尊重古德的这些典籍，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10年，啊，李老师对我们的教学是一门深入，啊，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东西。啊，决定不许可的。一样学会了，可以再学一样。他的标准很低，啊，不像古人那么严格。啊，他的标准，你学一部经，这一部经能上台去讲，他在下面听，哎，你没有讲错，算这一部啊，你学会了，你才可以学第二部。啊，同时学两部。他很干脆告诉你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所以我们得这么一点利益了。这么多年。我很想学古大德，
啊，李老师也常常赞叹呢，古大德守住一个老师，住在一个道场十几年、几十年不下山。啊，他成为一代祖师，这个要有大福报，我们没有这个福报。啊，所以一生呢，过着流浪的生活。从出家开始，在寺院里只住了一年。就在流浪了，啊，哪个地方请讲经，他喜欢听什么，随缘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啊，所以这么多年，也讲了几十部经啊，啊，这不是我自己意思，啊，以我自己，我只希望讲一部经，可是恒顺众生。啊，讲那么多，啊，早年香港玉明法师也是住在尖沙咀，啊，他那个小庙距离这里不远。遇到我跟我开玩笑啊，哎，都是法师，你是老来福啊！啊，年轻的时候到处奔波，年老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福报了。啊，我们在这里有个小道场嘛，他来看过，我们这个道场比他大，他只有一层，我有三层。啊，所以我想的时候要定下来。啊，85岁了，才有这个缘分能够定下来，不想再跑了。啊，定下来，我也是讲一部经嘛，专讲无量寿经。这一遍，我预计。大概10月可以讲完，讲圆满了，啊，大概是用了1300个小时，啊，这也算是一部大经了，啊，讲完之后讲第二遍，二遍讲完讲第三遍，那有人问我《华严经》呢？这就是《华严经》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。乾隆年间，彭继清居士说的，这个居士了不起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啊，他的著作很多。啊，他有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，他说的。啊，有华严念佛章是他做的，啊，他说的话了，《无量寿经》即是中本华严。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，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这话讲的有道理啊。
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归无量寿。所以没光系居士在这个经的序文写了很长一篇序文，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好。这一部经不但度现前众生，往后世尊末法9000年的众生都是这部经的读。梅老居士的话我们可以相信他。所以自利方便就是一部经，一门深入。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别忘记。中峰禅师说得很好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你能不往生吗？你决定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愿是阿弥陀佛的愿，眼是阿弥陀佛的眼。阿弥陀佛是什么眼呢？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眼。行是阿弥陀佛的行，心愿皆行，全是阿弥陀佛。你决定得生了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都得到大圆满。欧耶大师讲得不错啊。欧耶大师的要解，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，即使是古佛再来替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讲绝了。欧耶大师的身份没破露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从印光大师这个话来说来看，他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肯定也是观世音菩萨之流的，不是凡人的。凡夫做不出来。所以自利方便要懂，只要有方便法的时候，没有不成就的。自己成就了，常与广舌之无彼等证明利他。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别人。实在讲，现在佛法衰了，自己没有成就也要帮助别人，那怎么个帮助法？我们当年在李老师的会下就遇到这个问题。老师勉励我们，劝我们出来讲经，我们自己没成就啊。老师跟我说，说什么呢？没人讲了，你要不要出来？没人讲了，这个问题严重。那讲错了，讲错了都不因果，怎么个想法？老师教给我们讲注解，讲古人的注解，讲错了，注解的人负责任，这个很好啊，把责任推给别人了。所以老师教我们呢，是用这种方法。一定要以古人的注解，这最好是古大德。为什么呢？古大德是开悟的人。
啊，现在人的注解没开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程度也不够，看古人注解是看不懂，啊，现在人注解好容易看呐、啊。老师教我们，古注为主，实在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参看现在人注解做参考，一定要以古注为主。啊，一面修，一面学，一面要依教奉行。啊，真修嘛？啊，修里头有个关键，啊，也有个诀窍，你都要懂。这个窍门是什么？就是放下。啊，头一个，放下欲望。欲望多的人不能学佛，也不能学道。学佛学道的人，他第一个条件清心寡欲，你才能学习。为什么？才能放下。欲望太多了，你放不下了。啊，放不下是凡夫。所以你看《大乘经》上佛讲的多清楚啊，放下执着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你就成阿罗汉了，你就出六道了啊。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你看成佛这么简单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慧能大师能够成佛，就是当下全放下了，起心动念方分别执着同时放下。啊，这种人很少，这叫什么？顿舍。他没有次第的，同时一下舍掉。啊，放下就舍掉了，顿舍、顿悟、顿证，一念之间呢？啊，这也就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至难行矣。啊，你要把道理搞通难呐！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。你要想干的话太容易了，念头一转就成佛了，就是你放下就是啊，关键就是你放不下，放不下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般若经上所说的啊，要知道世尊在世讲般若讲22年啊，49年，22年讲般若，你就知道大乘佛法的核心是般若，般若是智慧。啊，世尊留下来这一部经，这是分量最大的，600卷。啊，华严经才80卷呢，600卷呢。啊，600卷讲什么？从头到尾看一遍，看几个月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部经看了一遍，我就没有再看第二遍。没那么多的时间啊，我总结这一部经12个字啊，这一部大般若所讲的是一切法
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就讲这十二个字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包括诸佛的十宝庄严土，包括华藏世界，包括极乐世界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个理太深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你就晓得这些现象怎么来的，六道从执着来的。所以佛说了一句话，总原则，总的原理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你有执着就有轮回，执着没有了，轮回就没有，就像一场梦一样，醒过来了，全没有了，不是真的。到不起心不动念呢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声闻缘觉，不分别，声闻缘觉没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菩萨跟佛没有了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心性识变呐，一真法界，这了不起了。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华藏世界，它从哪来的？它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。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，它就没有了。不是一切法就是这么回事啊！没有的时候，它到哪里去了？它回归自性。净土讲的常寂光土，它回归常寂光了。常寂光是自性，常寂光我们看不到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你进入常寂光了，我们一般讲身心与常寂光整个合成一体，一切诸佛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你进去之后也是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众生有感，你就现身，所以它起作用，它不是死的，现在我们讲有机体，它是厚厚薄薄的，但是它没有形象。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说不可得了，无所有毕竟空啊，但是它真有，它真存在，能生万法，众生有感，常寂光里面这一些妙觉如来，他真的就有应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任何一处众生有感，他通通都应。佛法到这个地方究竟圆满了。因为他什么现象都没有，所以科学跟哲学都达不到。因为科学跟哲学都不离开思维，思维是第六识，执着是第七识，必须把思维跟执着放下，自信就现前了，你见到了。只要你有思考，你有执着，你永远见不到它。这就是为什么科学跟哲学没有法子发现它。
达不到。佛说这桩事情为正方知啊，什么正呢？放下就是啊，你只要放下，你就正得啊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表演，在菩提树下入定，放下了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过去12年所学的。啊，他19岁放下了家庭，他是王子，放下了王位，放下了宫廷的生活。这是这个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放下烦恼啊，烦恼障放下了，那出去学习去参学，他是好学多闻啊，12年参学印度的哲学，这学派宗教他通通都学过，知识丰富啊。啊，30岁这一年在菩提树下把这个放下了，这是什么？所知障。2障呢，19岁烦恼障放下了，30岁所知障放下了，他没障碍了，所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你学的东西越多，记的东西越多，这所知障。佛法的殊胜就殊胜在此地，跟世间法不一样，也就在此地。啊，佛是门中一法不离，你才能大彻大悟，你才能够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呢，跟你说，佛是门中一法不舍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这观音菩萨的话了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，不舍，大慈大悲，不舍一法啊。可是要不离一法，你才能证得法性啊，自信，你才能证得啊，只要有一个念头就错了，就不能证得了。啊，不许有一个念头，念头都是妄念，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就见性了，有念就不能见性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见性之后这才具足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。智慧德能相好，现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叫能生万法啊，所以这是利他啊。今天我们利他要遵守李炳南老居士的教诲讲注解就对了啊，绝不能够离开注解，注解彻底明白了可以发挥啊，你可以引证，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。特别是现代的科学很多发现呢，跟佛经上讲的相应啊，可以拿它来做证明啊。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
不是死东西啊。啊，看古人注解看多了，你就晓得的内容丰富，字字句句含无量意。啊，这些古来祖师大德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通通都对，没有讲错的，只看你从哪个角度上去想。我们从注解里面也能够体会到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善根根性啊，因为注解讲解都是要面对着众大众，大众根基一定要契机，不契机你别说了啊。这从这里能体会到各个朝代众生根基不一样啊，你看那解释就不相同啊。他在那个时代，肯定那个时代的众生根基跟他相应，才认为这是好东西，才可以留下来啊。如果不相应的，注解错误的，早都被淘汰掉了。这个话方老师跟我说过，李老师也跟我讲过啊。古时候唐朝时候没有印刷，都是手写的，你不是好东西，谁有那么大的功夫把你抄写来传给后世啊？真的太好，你要佩服到极处啊，才下功夫给你抄出来，抄写留给后世啊。宋朝发明了印刷，木刻也很困难呐、啊，也相当不容易啊。啊，一个人一天辛辛苦苦，能不能做一本书，大概差不多就一本。啊，一天只能给印一张一张的印啊，没有机器啊。啊，木刻本用什么松烟？啊，我在今年刻经处参观过，老方法。啊，松烟刷子，把刷匀之后，这一张纸再把它铺平，啊，用压力轻轻地压，再一张，是这么来的呀？啊，一天能做多少张？顶多做一本两本。啊，这线装书。不像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，这么方便啊！在那种这个环境之下，而且书的成本很高啊。我们过去古老的不知道，民国初年的我晓得啊，抗战之前啊，我们生活在农村啊，你看商务印书馆出的词源啊，上下两册那个老本子词源啊，好像是32开的本子，不大，定价大洋5块钱，五块钱多大数字啊？给诸位说，大概是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你就晓得书是多贵呀！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买不起书啊，怎么办呢？老师私塾的老师上课都教古文，古文全是自己手抄，学生自己手抄。没有钱买书啊！啊，我们最初学佛经的时候，台湾那个时候，全台�湾印佛经只有3家，规模很小，数量很少，种类很少，
我们想读的书找不到，只有到寺庙找他大经抄经。啊，大藏经不外借的，啊，可以在那里抄。啊，信息加持一天的时间，大概一天可以能抄10000多字。啊，现在人的福报大了，自己家里都可以拥有一部大藏经。啊，自己家里面可以拥有一部四库全书，在从前，皇上都做不到。啊，乾隆皇帝，啊，他也只有一套四库全书，啊，一套四库会要，没多的。那个时候会要全国只有2套。四库全书全国只有7套，真的是宝啊！啊，无价之宝啊！啊，哪像现在这么方便？这都是讲方便法，自利方便，利他方便，所以。要常常想着帮助别人，我有多大能力，就帮多大的忙。啊，态度呢？夫子说得好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就不会产生错误。”啊，我不是圣人，我没有开悟，我不知道东西还很多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这一段，我不晓得。意思我不懂，老老实实说，不丢人。啊，最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，要充面子，那就会背因果了，那就会做错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不相信，你看古人注解，有些地方的经文看到，这有很多意思，为什么他轻描淡写几个字就过去了？他也不懂。哦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那这祖师大德他也不懂啊，所以他就把原文写上去，他不加注解。啊，我们才明白了。啊，你不说没有过失。啊，那你说错了，你得背因果。啊，所以有把握，确实不错。啊，我们全根据祖师大德。啊，这一部念老这个注解，别开生面呐，全是引用经论来解释，以经注经，用祖师大德他们的著作，啊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或者其他经里的注解，来注解我们这些经文，啊，都是用古人的，他自己的很少。啊，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那么今天我们有2部书出来了，这都是古书，没有注解的。啊，一个是群书之要，一个过学之要。啊，过学之要是四库里头的原文。啊，这是古大德将些精华最好的东西揭露出来，啊，等于是小四库8册，啊，分量很大，有好几百万字。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呢？我们就是这些祖师大德这个方法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体会到了。我们找古今的注解，找原书的注解，
把那一段揭露下来。啊，如果它太深了，我们用白话文来解释。啊，这就不会有错误，不会有根据啊。啊，我们帮助初学的人，让他有兴趣，让他是这个粗浅的意思才能懂，慢慢的说，一代一代啊，会深入。啊，将来这些东西啊，那会有大通家，真正开悟的人，啊，到他们那个时候，才真的发扬光大。啊，广度众生，不是我们这一代啊，我们这一代只借这个棒，把这个棒浇下去，不要让它中断了。我们干的是这个任务啊，啊，所以决定离不开古主。啊，好的东西，古人都有主见，啊，多收集，多参考，啊，多去琢磨。去体会，推陈出新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，今天人需要些什么？啊，你从旧的东西里面就会有新的思维出来，能够帮助先前解决问题。啊，没有后头的基础，你东西从哪来？啊，所以你的思维，你的讲解得有根据啊。啊，古人根据经，今天经我们看不懂，我们通过古人的注解再去学经，啊，慢慢经懂。总的要有悟性，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开悟啊！啊，开悟真诚清净平等，下头觉就开悟了。这真诚是根啊！啊，真诚心。不是用在哎呀，我这求学问、求佛法，我这求传统文化，我要用真诚。我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了，错了。一诚一切诚，你才会开智慧。啊，待人接物都是真诚，啊，你才会得清净。清净是不染污。真看开了，真放下了，啊！想象般若经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能不放下吗？放下就清净了，啊！在从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要把那个不平的心磨平，这叫真修行。这叫真功夫啊！我们修净土的人用什么东西来磨呢？阿弥陀佛啊！顺境善缘，阿弥陀佛；逆境恶缘也是阿弥陀佛。到阿弥陀佛就平等了，都摆平了，法子妙绝了。所以阿弥陀佛你都会用啊，你要不会用的时候，你平常在生活当中还生烦恼，你说你可怜不可怜？不会用嘛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啊，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呢？动七情五欲，动心就生烦恼了。哎，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里去。啊，把那些烦恼习气一扫而光。这叫真会念佛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会用功。啊，一定要保持身心清净。
你就健康长寿啊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你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无论是你自己的问题、家庭问题，啊，你们公司问题、社会问题，通通是清净心真能解决。啊，你每天忧愁那烦恼的时候，那是绝对不能解决的。越是做大事，心越要清净。啊，决定不生烦恼，你的事业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呀？啊，所以经题上好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因呐。果报是什么呢？上半部，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大乘是大智慧，无量寿，庄严啊，无量寿，无量光啊，庄严是美好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真善美是庄严。佛家讲庄严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从哪来的？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啊，觉了大乘就出现了啊，平等了无量寿现前了，清净的后的庄严出现了啊，你是会修因，你就会果报就现前。下面是会疏曰：“菩萨求法为利他故，所得法呢，必为他说，为一切众生尽无量劫而无疲疲倦。”啊，这是祖师说的话，解释这两句经文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。啊，菩萨求法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别人，为自己会懈怠，会懒惰，那我不想学了，算了，休息休息吧。可是为众生呢就不行了，众生那么可怜，那么苦，那你一天不帮助他，他就痛苦一天。所以为众生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在推动你。你必须是精进不懈。啊，我早一天开智慧，早一天得三昧。众生就少受一天苦，我晚一天得到，众生就多受一天苦。这个众生里头，包括我的父母，包括我的亲朋好友，能忍心吗？啊，菩萨这个精神从哪来的？他又不要名，又不要利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为什么那么精进？这说出来了，为利益众生呢、啊？啊，为帮助苦难众生呢、啊？所以他所学的、所得的，啊，哪怕是一点点，他都会很欢喜为别人说。现在的话是跟大家共享。跟大家分享啊，因为他是为一切众生，一切苦难众生，一切六道众生，所以经无量劫，这是讲时间之长，他永远不会疲厌，不会疲倦，不会疲倦。底下一段，戒如琉璃。啊，这是一句经文，戒是戒律。
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。啊，什么叫无漏？这是佛学专有名词。啊，佛用器皿做个比喻，啊，比如说这个杯子，如果有破损，这里面盛水就漏掉了。无漏它是完整的，它没有破损，举这个意思。漏叫烦恼，把什么东西漏掉了？智慧漏掉了，功德漏掉了。啊，福田漏掉了。啊，怎么漏掉呢？烦恼。啊，既然这个东西破洞了，破洞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五个破洞。怨恨恼怒烦十个破洞，所以你装东西全漏掉了。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这叫无漏。啊，你的智慧。啊，你的德能、相好、功德，一点都不漏出去。啊，佛是把这个漏啊作为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，烦恼断了。三无漏学，啊，这个三就是戒定慧。啊，戒定慧叫无漏学。啊，戒是摆在第一了。我们从哪里学起？从第一学起。啊，要守规矩。古时候从小教啊，什么时候教啊？母亲怀孕就教，叫胎教。啊，中国古礼。有胎教的理啊，妇人怀孕之理啊，做母亲一定懂得，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，言语造作也会影响胎儿，所以思想不能不纯正，绝不想不善的东西，绝不可以说不善的语言，绝不可以做不善的事，为什么？影响胎儿。啊，你都能够注意到了，很小心，很谨慎。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非常好养，听话。为什么？从在胎里头就教好了。外国人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胎教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晓得。而且中国人很早就知道，啊，那么小孩出生下来之后，你就要知道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，在模仿，啊，所以凡是不善的、不如法的，都不要让他看到，不让他听到。不让他接触到，啊，所以母亲就要把关了，啊，母亲要这个关要把好，啊，任何人跟小孩见面都要端庄有礼，啊，要规规矩矩。为什么？他在学，你不能把坏样子给他看，啊，所以中国历朝历代。都有那么多圣贤出来，有道理，他从小教好了。啊，现在这一百多年没人了，原因是没有受过这个教育。啊，中国这个胎教，到满清末年、民国初年还有。啊，做母亲的时候还懂得。啊，可是中日战争之后没有了。中日战争之后啊，中国的家没有了。啊，
天天打仗啊，逃难呢、啊。我们从小就逃难了，啊，所以9岁就学做家事、煮饭、洗衣服、缝被子，啊，通通要会干。为什么呢？怕在战争当中，家打散之后，你小孩自己要能够活得下去，啊，所以从小着重在生活教育。啊，这是环境造成的。啊，所以对于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就不讲了，没人讲了。啊，你也没机会学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彻底崩溃呀，是在中日战争。啊，前天嘛，7月7号。啊，七七抗战，好像是民国26年。啊，这个战争爆发，我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把中国家庭教育没有了，中国的家没有了。啊，而维持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的安定，国家的长治久安。靠什么？家的力量最大，家家都把人教好了，从小就教好了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人做的事事事是好事。啊，他的标准就是四苦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中国几千年来就叫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是这个的发挥啊，这个好像是根本呢、啊。四书五三经是他的职业，四库全书是他的化果，都从这个根里生的啊，根没有了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今天如果要社会恢复正常，恢复安定，恢复和谐，还得把这个东西找回来。不但这个东西能救中国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能救世界。啊，他在70年代说过。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在中国，不在印度。啊，印度佛法没有了。孔孟学说是中国的，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。这一套东西能救国家、救民族、能救全世界，能帮助社会安定，能化解地球上这些灾难。啊，那么今天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信心，你相不相信？他不相信就完了。啊，所以今天真正的危机，可以说就是信心危机。如何树立信心，是今天第一桩大事啊！啊，一般人讲头等大事啊！啊，如何树立信心？相信中国传统文化，相信孔孟学说，相信大乘佛法。啊，这个世界还是可以救的。如果信心没有了，灾难是无法避免。
啊，那么我们相信学佛的同学比较有一点信心，但是信心还不够，要加强。怎么加强呢？学经教就加强了。为什么？破疑生信。啊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这些经典都多了，啊，还可以参考科学家的报告。为什么呢？你跟佛法一相对呀，很多都是佛法里讲过的，他们现在才发现。啊，佛在3000年前就讲得那么透彻，比他讲得还圆满。我们的信心在十足啊，有了信心那就得真干啊，我们要落实啊，把圣贤的教诲、经典上教诲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。戒是什么呢？弟子规是戒，感应篇是戒，十善业道是戒，是根本戒啊。如果把这个东西丢掉了，这三样东西在过去，特别是弟子规跟感应篇啊，弟子规可以说是胎教就开始了，是叫父母做到啊，影响胎儿啊。小孩出生到3岁，这100天、1000天，这1000天叫扎根教育啊。古人谚语说得好，3岁看80。3岁这一天，1000天教好了，《弟子规》他虽然不会念，他全做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跟母亲学的。啊，母亲做出来了，他看到了。啊，他听到了，所以他就学会了。啊，3岁看80。80岁都不会改变，根扎得稳呐！啊，那么3岁以后，慢慢的是吧，懂得一点了，啊，大一点了。母亲教他因果教育，因果教育到哪里学啊？还有城隍庙啊！啊，我的因果教育是城隍庙学的。啊，母亲一年至少到城隍庙烧香啊，得有5、6次。啊，带着小孩去烧香啊，你看阎王殿就告诉你，干坏事，干这个坏事，这个果报，那个坏事，那个果报，哦哟，这吓死人啊！啊，一生多害怕。啊，想到有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，就想到阎王殿那一些塑像，他那是教育，因果教育啊，根深蒂固啊，受伦理道德教育，不好意思做坏事啊，啊，羞于作恶，但是懂得因果教育，不敢作恶。啊，人自自然然他就有规范了，他就向伦理道德就靠拢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都没有了。啊，现在小朋友教育叫什么？啊，大概父母都忙到事业去赚钱去了，好像人生赚钱是第一个目的，错了。啊，人生的幸福快乐与金钱不相干，与地位也不相干，啊，与伦理道德相关，啊，所以现在小朋友，你看看，眼睛一张开就看电视，
那电视教的什么？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从小就学会了。啊，所以长大他叛逆，他会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兄弟，是吧？正常现象，因为他从小出生，他就接受这个教育。因果不能不懂得了。啊，小孩要好好的教啊，要负责任啊。为什么小孩教好了，他能够救国家，能够救世界？那你没有好好的教的时候，那他将来就成为一个败类，祸国殃民啊，甚至于搞得你家破人亡。这小孩的教育太重要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